我知道你捣乱，什么呀你？我知道你捉我女朋友小区，我怎么捣乱了？我刚才那么帮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还真没看出来，你怎么帮我了？没看出来是吧？让你再好好看一回。 知道吗？刚才我要想翻上楼易如反掌，我给你留那么好的机会，为什么呀？不就为了让你在安全环面前展现你多厉害多牛吗？你什么时候练的？我老婆上大学的时候是学校体操队的，我每天都陪她训练，看都看会了。那我问你个问题，问啊！你要是回答不上来，我就开除你。又来了。 问吧，你说啊，怎么样才能知道一个女人她喜不喜欢你？哼，笑什么？这个问题有那么难回答吗？就是因为不难回答，所以我才觉得你已经知道答案，你是故意给我设的套。哎哎哎，你看你怎么又提我？你这我好好说不行吗？ 说，哎呀，这事儿还不简单吗？要想知道一个女人喜不喜欢你，凭感觉就知道了。凭感觉？对呀。那没感觉。没感觉，就说明她不喜欢你，没戏。哎哎哎！我不回答你，听我，你回答你还听我，你有病吧？回答我不满意，重新回答。好了，知道。 说的是安清欢，他当然喜欢你啦！你这么年轻，又这么帅，又这么有才气，他不喜欢你，难道喜欢我不成？你说什么？站住！电话我帮你开了啊！